姐妹们，今天我要去打卡一个厉害的店铺，就是 BLACKPINK 的同款换装店啦。穿上之后我会不会变成 Lisa 粉粉呢？做梦我还是很在行，可算找到这家店了。这个店面也太朴素了吧，哇塞，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，的风格也太新年了吧。这一面可能就是蜡笔墙了。等等，好像搞错了，怪不得我说怎么不太像，我刚刚看了一眼，原来是我走错地方了。现在去真正的打卡店，这回可算来对了，就是这儿。哇，里面还播着 BLACKPINK 他们家的歌，哎，这个歌也太好听了吧。我们进来看看。你好，哇塞，里面的装修也是非常的用心，哎，连猪胖胖这个直男也看入迷了。这个衣架它是会自动旋转的，而且上面还有好多立牌啊，天哪，他们也太好看了吧。怎么回事，你怎么穿上同款了？今天猪胖胖穿的就是这个衣服，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卖。其实这家不是一个换装店，它属于卖衣服的店铺。店内的装饰真的也太可了吧，这些衣服都好女团，赶快来买一套。这些立牌也太好看了吧，小姐姐，买衣服能送立牌吗？啊，之前可以送，现在立牌也可以。哇，真的吗？太好看了，苏胖胖居然看上了 Jenny， 哇塞，这一张也太辣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不是辣，同款发色。那我问问小姐姐有没有同款衣服。哎，你好，有没有同款衣服呀？这个吗？嗯，这个是夏天的韩立道。哦，这里还有一整面的镜子都可以拍照，还有超级多的头饰，这一整面也是海报墙，还有各种周边，太酷了吧。天哪，这个 Lisa 也太可爱了，他们这种小立牌做的太好了。但是他们店内的衣服风格都是比较偏女团的。哇，这个衣服好好看啊，有同款吗？啊，之前有的，一模一样的。啊，现在卖完了吗？没有了。啊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找了一套阿姨说是相似度最高的衣服了，就是它吧，因为实在太火爆了，比较像的款式都卖光了。江家龙换好之后是这个样子的。天哪，可能因为我的原因，穿上之后居然跟女团没有半点搭关，但衣服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。一边听着 BLACKPINK 的歌，一边换衣服也太爽了。我感觉主要是这个裙子不太修身，就大了非常多，但是已经是他们的最小码了。那我就来买这一套吧，最后一套。姐姐现在再帮我调整一下。哦，那我自己回去改一下吧。最后就选中这一套衣服啦。好，谢谢，搞定啦。这个姐姐也太好了吧，还送了我一个这个，也太好看了。这是他们的小立牌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妞。买完衣服之后天都黑了，看到这里有小摊摊，好像很香的样子，来安排点。我可真的是太馋了，来两把这个。哇，这也太有烟火气，吓我一跳，这个火太香了。江江现在就买好了，你像个二愣子，好好走，快点。他巨开心，因为他可馋这个。现在呢就到酒店了，我们来随便七七，明天我要找个地方洗头了。饭前必喝的果汁，哇 nice， 赶快来尝一下这个好不好吃。这边都是剪碎的苕皮，这种路边摊摊的味道绝了呀，可香。再来个我最爱的韭菜花菜，巨嫩啊，好吃。再来尝一下猪胖胖的豆腐，哇，这豆腐老绝了，太好吃了，那种嫩豆腐特别滑，哇塞，这个真的太香了。你们俩懒鬼，搬个担子来会死啊，个个都在这里蹲起，搞得我这坐的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是真的香。好啦姐妹们，我也要去慢慢吃啦，今日份的小日常就到这啦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